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Image Caption。 到了旧金山才知道自己挣钱太少，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，在旧金山挣到六位数的美元年薪现在仍是困难户。在旧金山，一个家庭的全年收入是117,400美元，约87,970英镑的话，仍然要被划入低收入类。